哦，修心后面声音很大，对不对？你开灯，你开灯。我去开那边的灯啊！不要，你样在哪边啊？一样啊，你开灯两个。这边，然后这关这里。好，然后你的汽车。然后关这，然后开那边。好，你的汽车放后面一点。好。嗯哼，林珊 ，OK， 好 ，OK， 然后那个剪刀就剪那个布，然后石头就打坏剪刀 ，OK， 对吗？对啊，然后我们出去玩溜滑梯，你们出去玩溜滑梯，哪里的溜滑梯？我们家的溜滑梯，这个在哪里？在后面而已吗？对。那个溜滑梯在下面。你给他们唱一个。他们下去。哦，你刚不到了。我的新问的人刚不到了。然后我们就走下去。走下去了。对啊。你还有玩你去谁呀、啊？啊？你还有玩你去谁？爸爸。还有谁？我就是大哥哥，还有大哥哥。你哦。我就是大哥哥啦！好，你给他们听你的唱歌，你唱歌。哪一个？嗯，那个中文的，不是妈妈 teach 你一个中文的吗？哪一个？那个九十九啊。九十九。Go。九十九玫瑰花。对。我送你九十九玫瑰花。What？ 你唱的那个好听好吗？那很大声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很大声呢。来啦，这一次给他们唱。哦 ，stand up 那边。我送你九十九玫瑰花。你在哪边呢、啊？我送你九十九玫瑰花。我送你九十九玫瑰花。哪里？我送你九十九玫瑰花。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。可是那个男生又没有用这个麦克风。对呀、啊，他没有用啊，因为他好厉害啊。我送你九十九玫瑰花。我要送你九十九朵玫瑰花。来，你唱歌不是妈妈。我要送你九十九玫瑰花。哎，拜拜，他们呢？拜拜 ，next time。拜拜 ，next time。next time video。还要吗？不是 next time video 吗？你按好了。